当大天，一八九九年出生于四川内江，原名张振全。二十岁时，在上海期间，曾经出任出家文师。松江禅定寺的住持义林法师为他起草了《大天》。从此，人们只知有张大天，而不知张振全为什么。张大天40年代出生杭州，转国际法门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生活在东莞，创造了一段经历与东莞莫高窟艺术紧密相关的绘画作品，大多以人物为主，如五代当风、飞天等，着色鲜艳，用笔流畅。尤以飞天的模板更是完整艳丽精致。在张大千的眼中，佛、菩萨和圣子都拥有。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家中的多面性。中国画家视为基本修养的诗、书、画，他无始至终。他在山水画、花鸟群鱼画中对荷花情有独钟。他的书画、喜浪摇蛇等，都是他荷花作品中的经典之作。张大千作画的笔法，比一般中国画家